山公园一览水服务区是属于乐山人自己的萌宠乐园，这里是宝妈遛娃的小天堂，也是潮流打卡的新圣地。这里有软萌的羊驼，但是千万要小心它的隐藏技能吐口水攻击。在绿意盎然的空间里，还有高冷的百鸟之王孔雀，运气好的话还能看见它开屏哦。荷兰猪凭借天生的呆萌可爱的气质成为萌宠界的萌神，除了这些还有温顺可爱的梅花鹿、金鱼，每一种动物都能撩动你的童心。抖音